下面开始固定一个电机线，电机线的四根线我们要来平铺在电池上面啊，切这里稍微注意一点啊，新机线不要说放在螺丝孔上面，以防止在盖电池盖的时候螺丝会把这个线电机线打穿。安好以后用纤维胶带把电机线并排固定，然后以后电机线从上盖板小孔里面穿过去，插电机线，注意电机线两个箭头之间的方向。